日本人还没到台湾的时候，我们原住民就有文面了。能念大黑米，他卡拉斯的巴雷苏央巴雷能念看大黑米，巴阿斯米亚卡罗麦西的多，斯克伊昆达那不巴达斯巴达斯的哈，德罗麦尼，哈特兰达那哈亚卡那卡，唔达安达斯比奥，伊尼特多马达斯的卡拉斯的伊萨。Yahudo, Yuhum Sauni, Sigur, Tanikunta, Nutata, Sibio, Misako. Matasku, Kuyahmoni, Uamu, Musa, Nani, Dikiak. Tili in Nani, Tiklawa, Roman. Tiza Nani, Ipatas, Takrasia.这是我们原住民传统的习俗。他在脸上纹上这个标志的时候，他不只是这个民族的印记而已，他事实上是跟他的祖先、跟他的精神文化是连在一起的。事实上，以泰雅族、赛德克、德鲁古，他们在这个纹面这个动作，其实就已经标示了我这个民族。表示了我不能对不起祖先。我们的难都这样啊。哦，这个苗栗的哈、哦，嗯，就跟你的一样嘛哈、哦，嗯，这样对嘛哈、哦？对呀、啊。哦，比较长是不是那个根哈棍那边的？根哈棍。根哈棍哈。根哈棍。那个李登辉说，台湾就400年的历史。那话又说回来，台湾原住民在这块土地最少有千百年的一个历史。纹面的历史到底有多长？也有人觉得可能只有几百年，但是我觉得我个人看，因为这个不止我们台湾，像中国的那个独龙族，还有彝族，还有印度那边纳加族、菲律宾伊戈罗族，包括还有这个我们这个纽西兰毛利族这些。一般的那个古典的。那种画就对了。嗯。来到好，一起来参加我们部落大学的论坛。现在论坛正式开始。我们非常感谢您来到这里，和我们一起来认识台湾最美丽的印记——永不褪色的纹面纹手文化。面是贞洁的意思，是贞洁的意思，就是一生一世的意思。你婚前要贞洁，婚后要对自己的丈夫负责。其实拍照很简单，重点你要跟这些老人，跟他们面对面，跟他们聊天。整个披肩是红橙黄绿蓝靛紫，这样是彩一道彩虹，对。我们设计这套服装是，主要是底色是黑白的颜色，那其他有其他的颜色，有红橙黄绿蓝靛紫，其实就是彩虹的颜色，所以黑白加彩虹的颜色就是彩虹套装。那因为这个完全都是用纹面图腾，跟菱形，菱形是纹面图腾的元素嘛，包括这个披肩完全都是菱形的，所以这个就是纹面图腾的一个元素的一个服装。所以你是不是说你要去纹面的时候，如果说想要进入我们这个文化里面的这个区块，你必须要先懂我们自己的拉雅。祈祷我们将手上的物品呢交给中生代啊，请传授啊。现在的话，对我最重要、最在意的就是说，要把自己的文化还有纹面方面啊，去传给子子孙孙。